有请主持人。爱在五三八，情系彩云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情歌会特别节目的主持人从奥，小从。大家好，哎，我也是中国情歌会的主持人，我是小蜜扎江玉婷。哎，你也在啊？不是，我这都准备好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搭档是方琼跟程程啊。方琼，哎，程程，你别喊了，你别喊了啊！他们俩呀，今天有事儿，在北京录制特别神秘的一个节目，来不了了。哦，那他们有没有让你给我捎什么话啊？他们有交代，他们说了，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属于我。哎，们俩。我们俩属于咱俩了。对对对，那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哎，来，谢谢。那你觉得咱们俩应该怎么折腾呢？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哎，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卖气血康啊，把打车来的钱给他赚回来，对不对？哎，台下有没有人要买啊？不是，你有点志气，台下坐的都是云南白药的人，咱俩上来还卖给他们气血康啊？啊，不合适哈。那当然不合适。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上台之前你喝了气血康了吧？你底气这么足啊？底气足吗？卖什么都好卖。哎，要不然这样，咱们卖点富滇银行的理财怎么样？不是，我跟你说啊，夫人，我觉得咱们俩说话这功夫眼儿，我这背后发凉啊。怎么呢？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咱们。谁？咱回头看看吧。哟，哎，小从小米渣。姐就不在一会儿，你们俩在这儿闹什么幺蛾子呢？啊，别总想着卖东西赚钱，姐不是有任务交给你们了吗？你们要代替我跟程哥把节目主持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琼，你们好吗？非常想念大家。当然我也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今天我就是没来，我要是来了，爱跑五三八第一名肯定是我的。那么在这里呢，就代表我和程程把我们的祝福送给云南的父老乡亲，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没事多运动，多参加爱跑五三八，多看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小从和小米渣，你们要加油哦。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敬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一曲《盛典》拉开了《爱在五三八》情系彩云南中国情歌会特别节目的序幕。中国情歌会，情歌传四方，欢迎大家在每周四晚的21:10准时收看云南卫视的《中国情歌会》。我是云南电视台的主持人小蜜扎江玉婷，大家好。您知道咱们云南有多少少数民族吗？你这个难不到我，25个。25个，是吗？什么是吗？不是二十，我。算你蒙对了吧？不是，你好像是对的，什么蒙的呀？我这是有知识有学问。你是有知识有学问，那我再考考你，看看你刚刚是不是蒙的啊？来，那你知不知道云南有多少少数民族乐队？有。你猜。你别说我这个还真不太知道有多少个呀。你那你知道我告诉你啊，云南有多少少数民族乐队？我也不知道啊。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一支咱们彝族的原创乐队，他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乐队呢，代表了彝族对虎的崇拜，也象征着彝族对火的崇尚。乐队成员均为云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是一支国内特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乐队代表。接下来有请满虎乐队为我们带来一曲原创曲目《阿诗玛》，有请。我去了魔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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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拉米少主，紫塔拉米少主，阿米拉米厄主，日托拉米厄主，阿米拉米姆卡，阿西拉米姆卡。是唱出了咱们云南民族对情歌的一个热爱。那满虎乐队也将于2017年到2018年的赴美参加3个月的文化演出交流，让全世界听到来自咱们云南少数民族的天籁之音。是的，夫人你知道吗？听完这首阿诗玛呢，我只想一句啊表达给你呀、啊哦、就是你是我心中的阿诗玛，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最美了。留着回家说不太好意思、哦、主要还有就是今天在舞台上我要打造一个女强人这么一个形象。为什么呢？女强人多好啊、哦、你看我们台下就坐着很多的女强人呢、哦、来自于咱们云南白药的，对不对？没有这些女强人就没有咱们云南白药蒸蒸日上的业绩。是的，没有这些女强人就没有咱们的爱跑538。是的，有了云南白药气血钢，才有了我们中国情歌会，也可以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原创情歌，为中国原创情歌助力。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016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的季军芳芳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花木兰》，有请。朝吞暮宿也是山，去烟湖挥个沙堤数万千，回首望银旗飘飘的神话。芳芳，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啊，你好像用了好几种方式来演绎这个歌曲，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用了哪种唱腔？这首歌呢，我是融入了京剧里的青衣还有花脸，结合了摇滚的方式呢来进行演绎。我特别好奇，对，花脸是不是就是那个这个声音？对呀、啊，我没有音嘛。那我就记住了，因为我夫人在家里生气的时候，她也是这个声音。啊，什么意思？我要的是女强人的形象，不是母老虎的形象。但是你要说花木兰这个角色，她也应该是一个女强人，柔中带刚啊。对，
是的。哎，问一下芳芳是第几次来云南？我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最想去咱们云南什么地方？最想去的应该是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不是正在发生着。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感谢中国情歌会人气歌手程昱为我们带来这首《去大理》。哎，太棒了！你看人家程昱，哎，歌唱那么好，是人还长那么帅，嗯，是吧？多帅！也有不足啊，眼睛没我大。你这你需要努力，知道吗？哎，啊，你太不对了，这样程昱人家是实力派，你知道吗？开玩笑啊，因为程昱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没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是在咱们昆明的同德广场，参与了情歌会的快闪和情感银行的活动，也是那次在本地收获了很多的人气。那么在此之后呢，我是跟随我们的节目组一起来到了我们云南省的宁浪县和玛吉乡，为那里的孩子们呢带去音乐之教的这样一个活动。哇，非常有意义。太棒了，谢谢。是在那次的时候，我是给孩子们上了一天的音乐课，我可以感受到孩子们那种幸福的感觉，我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真的。对，而且我们为他们送去了很多的关怀，送去了很多的音乐教具，以及觉得最主要的是这次活动真的离不开云南白药给予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给孩子们的关怀，还有富田银行的这些帮助，真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谢谢程昱，你看那么有爱心的一个大男孩，你看你今天把那么好听的一首歌带给了我们，我们云南的傣族姑娘们也觉得应该要，哎，让你也欣赏一下我们的傣族舞蹈，好不好？好的。作为对你的一种回馈哈，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同学们带来的傣族宫廷长甲舞《南玉喊》，有请。
南无达萨巴嘎瓦杜哈拉杜萨玛萨姆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杜哈拉杜萨玛萨姆达萨。特别这个词呢，它来自于昆明市北大村镇，是一位以放羊为主的农民。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呢，他曾经登上过东方卫视《全家都来赛》的舞台，并获得了季军，以及曾登上《中国达人秀》和《星光大道》的舞台。他是一位来自于咱们云南的普通农民，但是呢，他却有着不一样的梦想。下面让我们有请毕慧仙为我们带来歌曲《串烧》。
来自咱们昆明的歌手，咱们昆明的观众朋友特别热情，是不是？哎，毕大姐太棒了，我们在底下听着也觉得特别棒。哎，赶紧把你刚刚那男搭档请出来吧。嗯，你唱的时候还有一个男的声音在。那位在我肚里呢。啊，就也是你唱的是吧？哎呦，毕大姐，您这个唱法是属于，是通俗啊，是民歌啊，还是花灯啊？是属于叫什么唱法呢？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啥唱法，反正我只知道我从小就是放羊，然后就是公羊母羊的跟着他们学惯了，所以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这哦，那有没有个名字啊？这唱法？那我跟我自己起了个。放羊的那个名字就羊式唱法，羊式唱法，对，太棒了！您自己发明了一个唱法，羊式唱法。那您用羊式唱法登上咱们中国情歌会的舞台，此时此刻您的感受是怎么样？我的感受是，我非常感谢，咱们的富地银行，还有咱们的云南白药集团，还有咱们云南电视台的领导，是他们给了我这次这么好的一次机会。来让我的歌又放开喉咙的在咱们的云南的父老乡亲面前一展歌喉，所以你看咱们的观众也对您报以了热情的支持，是不是？对对，那我们也期待再次听到您精彩的表演，好吗？好，谢谢。好，再见，毕大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蒙藏彝多民族组合，他们曾荣获2013年 CCTV 我要上春晚冠军，2014年 CCTV 央视春晚特邀嘉宾，2015年 CCTV 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亚军，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吉泰组合为我们带来歌曲《阿依莫》。伤的泪痕，失去的爱不会再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英属哥伦比亚双学位的高材生，词曲创作人、歌手，中国情歌会情歌公主李塞尔，和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广告人、歌手，全球著名演讲家和两次艾美奖的得主 Tim Smith、蒂姆·史密斯，有请哇，我们的情歌公主塞尔，您怎么自己出来的？你的美国朋友呢？Hi Tim, come on up stage. 我看到他挂着奖牌。对，他应该是今天也参加我们的爱跑五三八了吗？是的，是的，是的。加油，加油！哎呦，还把奖牌送给我们了，你看，真客气啊，多绅士啊！是是，你为什么跑着上来呢 ？How come you were running up stage?Well, I was in the race today, and 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one that ran. 哇，谢谢，谢谢。问一下啊。在咱们云南昆明大观楼参加了爱跑五三八，感受怎么样 ？Well, I started the race with Titi Khan, and I felt great. Sorry, what did you start the race with? Titi Khan. Titi Khan. 所以我们的气血康是针对我们国人、老外，它都通用的啊。是，那肯定的，都可以喝。接下来这舞台就交给你们二位了，好不好？有请。加油。Summer loving had me a blast. Summer loving happened so fast. I met a girl crazy for me. Met a boy cute as can be. Summer days drifting away to a cold summer still be friends. Then we made our true love vow. Wonder what she's doing now. Summer dreams ripped at the seams. But the2010年快乐男声全国30强，2010年星光大道周亚军，2015年我要上春晚年度总决赛人气组合，让我们有请牧羊人乐队为我们带来阿错错。吹过你身旁，远处的希望在呼喊，你试着撑开了翅膀，隐痛的伤口在胸膛，你哭你笑你笑，你也曾经有过那幻想，你醉了你放，不会忘记出现在歌唱。啊，错错啊错错，啊错错错错，啊错错啊错错，啊错错错错。
再次感谢牧羊人乐队。哎，不得不说呀，咱们云南呐，少数民族真是能歌善舞。那是当然了，不过我告诉你哈，其实在我们云南这个高原上，很多人来这儿以后别说是能唱能跳了，就连快走都有点问题，有点喘。为什么？真的会有高反啊。高原反应。对，那我告诉你，高原反应我有办法治啊。什么办法？喝气血康啊。啊，你们别笑啊，是真的。你看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咱们中国群歌会的老朋友，他这次来到云南还参加了爱跑538，正是因为喝了气血康他才跑得下来呀、啊、哎呦，你这个气，你下去喝两罐气血康吧，好不好、我一会儿下去喝去。老朋友是谁啊？你看这不来了吗？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哦，哎，这不张宇吗？哎，谢谢。Hello 张宇。你好。 Hello。 哎呀，你看喝了咱们气血康怎么样？这跑步啪啪的，太有底气了，还能大票、你看你看、哎、真是、来来来，张宇，来来来，欢迎张宇。哎呀，谢谢。怎么今天是跑着上来的？对，因为下午跑步那个心那、这个心气神还没过呢。哎呦，没跑够。没跑够。你跑了多少米？其实说实话啊，我跑步啊，就是这个得循序渐进，哎，不能一下跑太多。是，我是为了感受咱们五三八的这个氛围啊、哎，跑了一点点吧。你说个实在的，几米？一点点就是一步，没两步。哎，那怎么也得2000米往上。哎呀妈呀！哎呦，张宇啊，也是咱们2008年度啊星光大道的总冠军，不得了，不得了了。这是第几次来云南了？我来云南应该是有2-3次。2-3次。对，感受怎么样？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每一次都不一样。那说说这次吧。这一次是冬天。哎，冬天呢，你像在我们北方，已经都是白雪皑皑哈，冰天雪地了。冰天雪地，在这儿呢，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嗯，咱们路边的花都是开着的，是吧？对。完了，咱们的树啊都是绿的。哎。所以说呢，今天在这里呢，我应该感谢咱们云南卫视，还有咱们云南白药。哎、还有我们中外名人，中外名人，哎、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来感受我们这生机盎然，哎，一片美景。说的太好了，真的。但是说的呀，还是不如唱的好。张宇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原创，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啊、带来一首《红红大中国》送给你们。舞台交给张宇。谢谢。也希望手里有荧光棒的朋友哈，一会儿跟我挥动一下，好不好？后面的，谢谢。谢谢谢谢张宇，谢谢。哎，你看我们这个北方小伙啊，是真不错，人长得帅，歌唱得又好。
不是，你北方小伙是挺厉害的，但是我们云南姑娘那更牛。哦，也不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位佤族姑娘，这不得了了。她呢参加过咱们的央视民歌大会，还有山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湖南卫视中秋晚会等等等等。嚯！哎，有请咱们的佤族姑娘那日。有请。童年的岁月。中的天堂啊，哦哎，美味的泪水，哦哎，思念的歌谣。夜里漫漫雪是空虚呼喊浪迹天涯的游子，哦哦，夜里游子的山流水淋湿的伤回家的梦，就是你歌声的聆听，来自天堂的声音。哦、oh, oh, ，就是你歌村庄平息难以安静的灵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秘章，你知道吗？在中国音乐界啊，有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奖项。哎，你说的是金钟奖吗？是的，中国音乐金钟奖呢，创办于2001年，由中宣部设立，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也是中国音乐界唯一常设的国家级大奖。是，那么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外名人文化传媒呢，也共同打造了《欢乐一家亲》全国原创歌曲征集大赛。那我们中国情歌会和《欢乐一家亲》共同的宗旨，都是在为中国原创情歌助力。在推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史上，我们要坚持正能量，在19大精神的鼓舞下，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017年金钟奖获奖歌手李思音，为大家带来原创歌曲《我们跟着你》。坚持着你的坚持，跟着你。
个节目啊，捧火了不少人呢。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她凭借着天使般的嗓音加入了庾澄庆战队，这个女孩叫谢丹，她当时唱的那首歌叫《贼拉拉的爱你》。今天大家将面对面聆听她这首《贼拉拉的爱你》，掌声有请谢丹。我贼拉拉的爱你，只能将你让我充分准备，带住爱就不放弃。当我遇上了你，后悔没有超能力，爱你只能靠自己，拼了命的去争取。一首贼拉拉的爱你，唱出了东北女孩对爱情的追逐和向往，也希望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跟心爱的人永远在一块，甜甜蜜蜜。是的，为爱情我们一起追逐，为健康我们一起奔跑，为音乐我们支持原创，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更精彩。快快快快跟上我的节拍，快把你的真诚都献出来，和谐的世界有你更精彩，用心创造新的生活，让生命舞起来，一起来更精彩，别错过梦想的舞台，大家一起唱起来，让青春风光彩，情歌会特别节目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是由云南白药气血康独家冠名播出。云南白药气血康，气血足，身体好，气血康，人健康。云南白药气血康，气血足，底气更足。同时，本节目是由富滇银行特约播出。富滇银行，直销银行，好玩的银行。您可以通过天籁 K 歌进行本节目的报名。看节目正片以及更多的精彩花絮，请登录优酷视频、爱奇艺、云视网、腾讯视频、乐视网、 BTV、 搜狐视频、百度视频。感谢天籁 K 歌、蜻蜓 FM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参与到爱跑活动当中来吧，乘着歌声的翅膀飞洒爱的力量，让我们在爱跑的节奏中为
为健康奔跑。每周四晚21:10锁定云南卫视，我们下周四晚不见不散。金歌传四方，在这希望聚